啦。咁 Alan 當然係英國人啦。咁佢而家嘅表演喺度咧，就同頭先嗰套截然不同嘅一種功夫噃，就係無極拳。咁講開無極拳咧，就係馬來西亞嘅一種功夫嚟嘅。哦，無極拳咧，你睇佢開步好似有少少太極底咁喎。嚇，你啲知識都幾廣博喎。跟啊，你咁愛識嘅。因為傳說講咧，因為我都唔敢肯定啦。傳說講咧就話無極拳咧。就係比較呢個太極拳仲早哦。點解早咧？就講名已經聽到佢覺得早噶啦。初初係無極嘅，咁後來先有太極，就咁解啦。啊，不過我覺得如果即係外國人能夠將我哋中國功夫咁樣去發揚光大咧，我覺得係我哋中國人嘅榮幸嚟。係啊係啊，你都可以講話。證明了一點，中國的武術真的是受到世界各地人的歡迎，咁啊於是傳到去世界各地都有啦。咁啊 ，Alan 咧佢就去西安的時候準備咧就係參加三項嘅演出咧，就包括有而家為各位演出的無極拳咧，仲有就係亦都係屬於馬來亞功夫之一種噶啦，就係馬來亞短棍。咁第三種咧就係左手嘅長棍。咁啊，即係棍嘅專家咁樣。Alan 係棍嘅專家，長短棍都係分別會表現。咁我咪講開嘅，佢哋所有成員都係業餘嘅，係咪？係。咁啊 ，Alan 係乜嘢咧？知唔知咧？佢職業原來咧就係一位結構嘅工程師。